在破壁时八年不吃我一口不见见不见你终于出现听不进春对爱死心念希望着他爱情走很远我懂我之间把星星的圈然后碎碎念想象你听见空出时间其实他会一直拍你的镜头或者是拍小凯的镜头所以这个时候你的表现是你在看对方或者你在看哪里正好拍到你